原标题：淞沪会战中国士兵遭日军砍杀，全过程捍卫国土，视死如归。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以后，中国军队调集约60个师及海空军全部主力前来参战，因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寸土必争，让日军在开战后近两个月进展缓慢，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直到10月上旬，日军依然被中国军队压制在沪太公路以东、运枣帮以北、长江及黄浦江沿岸的狭窄地区。中国军队的阵地从闸北到近郊的大厂、流行、罗店、浏河一线，其中大厂又是中国军队中央战线和左翼战线的军事支点和结合处，展开全文日军参谋本部对上海派遣军久攻不克大厂甚为不满，于是决定增兵上海。日军也把自己的进攻策略定为了中央突破，即在攻陷大厂后占领苏州河。10月4日，日军开始了以大厂为主攻方向的大规模进攻，并对中国军队形成了马蹄形包围。在随后的15天时间里，中日双方反复厮杀，阵地互有得失，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尽管中国军队也有援军，但地方部队的战斗能力始终与中央军还是有区别，同时后勤补给也出现了问题，只能靠官兵一直支撑。随着战事的进行，战场态势此消彼长，尤其是10月18日晚陷入日军包围的中国军队组织了三路敢死队对日军采取反冲击，经过四天的拼死反击全部战死。10月22日，日军集结自己的海空军主力，开始了对大厂的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只能苦苦支撑。在日军强大火力和优势兵力的进攻下，中国军队防线开始动摇，并全线后退。至10月25日，日军突破阵地，大厂沦陷。随着大厂的沦陷，闸北、江湾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国军队为避免遭日军围歼，不得不在10月26日晚撤往苏州河南岸，仅在北岸留下四行孤军坚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便是当时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日本侵略者攻打大厂时的战地照片，其中便有日本军人持刀冲锋砍杀中国军人的全过程。淞沪会战时，中日双方在大厂的争夺战极为激烈，中国军人捍卫国土视死如归的表现可以说是淞沪抗战中空前壮烈的篇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